与其遐尔多的点点滴滴，倒不如你当下执行去做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所以讲呢，人可能爱去改变半道的理念。哦，他都讲，他听着受气就惊着啊。所以讲呢，咱改变一个心念，人讲咧拼命是个因，咱无了解，咱都会安尼讲。所以讲，而且来讲，足侪人因为达目标的数字产生恐惧、压力、疲劳，而且与其这样，我们真正的不能是爱安那激发咱的菩提心、慈悲心，让人快乐，救人出于苦海，而愿